马哥做生意必须是风风火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马。啊，我是小老头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飘。咱们辉哥来了。Hi, 大家好，阿辉。后面那个羊毛股是辉哥的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应该有不能很多人都知道。辉哥看到我今天来卖西瓜了，他说等一下抱一个西瓜回去。两个是吧？两个，支持两单，挑两个最大的哈。好，行，辉哥。确定挑两个最大的吗？必须的，两个最大的。好，哎，整两个。整两个最大的。哎，这老板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那里拿两个最大的也可以。好，这是对面是吧？喜宝烧烤。哦，好。我同学。你同学？对。哦，行。老板，那等一下也来两个了。哎，来两个。必须的。喜宝烧烤，这是新开的吧？对。哎呀，我发现我家这边的话，开始这些。店面陆续都进场了，陆续的吃的喝的都来了，吃喝玩乐，还有玩乐是没有，还有我跟你讲一下，还有一个婚介所，那个、婚介所听说是你开的，哎，对，我开的，需要找老婆的找我。老板您贵姓啊？陆子礼，啊，姓李哈，哎，我姓刘，小名小马啊。哦，秤坏了，秤都坏了，你搞个毛线？辉哥，还是李总，你那有秤吗？有秤，拿个秤过来。我那个要插电的。哦，那辉哥你那里有秤，你有秤，那哦，太给力了哈，这帮老板们非常给力，看来我如果去卖瓜的话，那真的是好繁荣啊。你看瓜还没卖，你这秤就坏了，这几天老是被我压坏了。来，咱们辉哥拿秤来了，秤来了，花钱的话自己还得拿秤来，不要买秤要带。你这个秤是准秤吗？必须的，你先站上去试试，准秤哈。告一下啊，准不准？77.46左右，准不准？154，差不多准。准吧？准。哎，那个不错，那个我看中它了。啊，就它好。那要拍。啊，这样吧。这个嘣嘣的声音，那就是啊，嘣嘣的声音就一定熟。嘣嘣叫的就刚刚好的是吧？对。来，再来一个。这个熟了没有？熟了，熟了。好，这个还有一点那个，还不是很那个。那换一个，挑一个。这个可不可以？哎，这个可以，哇，声音相当好。那就这个，来，就这样。OK， 价钱打上去啊。多少价格？好，那是3.66斤，多少钱一斤呢？2块。哦，47.2。Beautiful。47.2啊，感觉有点少是吧？哎，好像有点，你11点多20多，打错了，这4元1千克。这个是十一。这有20多斤吗？有二十几斤啊。二十几斤是有。2块一斤啊。OK。不是兄弟啊，我先说一个公道话哈，现在瓜的价格在1.5块左右。你这个卖到2块1斤的话，你这个瓜是不要这样搅，走是啥那个？一分价钱一分货。不要这样哦，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搞两个，有这句话就够了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收的死嘞，收到了。哎，这个可以。上次我在古城里面卖的瓜，就是拿着他的瓜，因为他的瓜是就是瓜藤长出来的第一批瓜，一批瓜。老板心很平啊，来老板。哎呀。我也付现金，45，只要2块啊。还有，辉哥，我上次去越南，你结果也去越南了。你去越南的话，有没有跟这个李总一起去啊？没有。你跟你几个朋友？对，跟朋友一起到。还、啊、拿这个瓜干嘛？这个拿来送给李总，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好吃的瓜，基本上清空了。哦，然后他们两个一人再送一个是吧？这老板一人送了一个。你看，买两个送一个，划算吗？OK，小老头可以。辉哥，有什么好事？下次我来你这里吃羊毛骨的时候，买两根可不可以送半根啊？买两根必须送一根呢、啊，送半根这太小气了。有这句话，来，现在给我整上两根。来，马哥做生意必须是风风火火，是吧？哦，谢谢。小老头兄弟说的，一分价钱一分货，看了这瓜就知道。可以，相当大铁，好贵啊。听一个，那老板说要称一个，就是这个味啊。
别整。瓜怎么样？瓜种，就是这个味。我帮你拿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拿。这瓜老重啊！这是我们好里村的食堂。哎，还有这样捡条子捡的。我的。你给我那条子行吗？你拍做的是什么？拍视频。你别躲了呗，辉哥，你那个婚戒成功了几对啊？成功了，目前来说有两三对。我们只要求质量，不要求数量，必须要100%，人家能过得好。结婚为的就是幸福，对，最起码的我们宗旨就是为了要获得幸福美满，能获得长久，这才是宗旨。重中之重，对吧？对。我说小老头，这西瓜下次不要切这么大，就跟洗脸似的。然后棒骨来了，棒骨来了，看一下。哎呀妈，真香！来，太香了！开干！没去新疆，我照样能吃到羊肉。应该在永城的话，基本上这个都知道了。一般的都吃过，也都知道。早两天小老弟啊，百合、二郎，你来了是吧？你来了，这感觉 OK。李总教一下那个操作流程来，先洗骨髓，再吃肉。就是咱们在吃这个羊棒骨的时候，蹲在这个路边弄，这个有点不太雅观，但是很接地气。这点。哇，吃完了。这男人都能吹一个，多才多艺啊！辛苦我们辉哥了啊！我买两根还送了两根，今天来跟小老头一起卖瓜的，结果这个只是在这里等我，我骑车过来，那左右两边的老板们立马就冲过来买瓜了，太给力了！哎，小马，刚刚吃羊棒骨太辣了是吧？在这擦汗，我这个神了，还不是辣，是吃累了。来尝尝我家卤味。哇，不要这么多啊！还是不要了，那个太那个了，有点。千里来一下会有缘皆是客，来来来，一起来尝尝鲜。还是不太好吧？那也这够大了。都说不要，李总又拿回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。哎，很少吃肉，要减肥。不用减肥，先吃完这个再减肥。吃完了才有力气减肥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好，说的有道理。太有道理了，不过我们现在这样子一蹲着，感觉这是在这里上厕所似的。那不是这么说，比较接地气啊。刚刚吃了一头羊，现在吃了一头猪。哎，自己。刚刚四个脚嘛，是吧？四个脚不是一只羊吗？现在四个猪脚，就一头猪。你看，还有四个鸡脚，一只鸡，还有鸭子呗，四只鸭子。李总，连这些拿回去吃不下了。刚吃那么多西瓜，又吃羊棒骨，现在又吃一个这么大的猪脚，尝尝鲜。不要了，真的吃不下了，然后再来一个。真的不要了。猪脚味道真的是好，祖传手艺。这个传几十代是吧？没有，三代。哎，猪脚，香辣香辣的呀。今天晚饭我都不用吃了，尝尝鲜，这个尝尝这个鸭头什么味？不用，来来，不要了，来。吃不到了，再来一个猪脚，必须要给他一个，就多吃一个，你要多吃点，你瘦。感谢辉哥，感谢李总。哎呀妈呀，吃不了，真吃不了，太多了。跟着马哥混，一天吃三顿，顿顿都有肉。别这么说，有时候一天都难吃到一顿饭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这几个老板大气。跟着兄弟来卖瓜，真的是有吃有喝，又有羊，又有猪蹄，又有鸭，又有鸡鸭猪羊都来了。最主要还是这两个老板大气。咱们卖着西瓜，卖着卖着西瓜，结果开荤喽。对，咱们小老头兄弟也不赖，就是我混吃混喝的，又混了一天了。这话说的，大家都是自家兄弟一样，反正有空来玩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总。啊，谢谢我们的辉哥，谢谢我们小老头，啊，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小老头要带上我一起去卖西瓜。
接着卖西瓜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